1500年啊，如果讲，点知我过下一年，过下一年，过九七八日，你几多岁啊？106啊。香港65岁或以上的人口在2001年已经占 11.2%， 统计处推算到2031年将会增加到 24.3%， 即是每4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者，人口急速老化。通常呢就即我们讲65岁以上的人口呢，如果是超过 7% 已经是进入所谓老化过程里面，好多我国里面嘅系差唔多要用成30-40年嘅时间嘅，即系我哋由7% 去到而家12% 度嘅，都系只不过10-20年嘅时间，所以速率咧就即系快好多啦。喺嚟紧嘅20年，社会将要为退休长者生活付出沉重代价，因为过去30年政府一直冇推行退休保障制度。现时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有75万，其中接近13万退休后生活要依赖综援，政府每年在这方面的开支大约80亿。得闲有工作吗？梁海哥87岁，丈夫过身之后独居，他打工打到75岁没得做先拿综援。阿婆冇得俾你做啦，跟厂我搬第六啊，你搵第二样做啦。冇话诶去帮你报到阿婆，你冇得做，你冇嘢做，你哋攞不如啊同你办手续，攞去人做金啦咁。屋都系政府俾埋，哦，有啲呢又攞上残啲嘢，啲人话应该你只脚又跌只手又跌，你都有上残啊，我冇，我亦都冇要求佢，我话我一个人。系嘛？要冇仔冇得眼球光食就算数。梁海哥话：佢50年前游水落嚟香港，喺工厂做五金、钉装，几十年嚟都系做散工。被逼退休嗰时，冇遣散费，冇退休金，只系补翻几千蚊。你又补几千蚊有乜用啫？我都唔想讲吧。咪啦，我咪咁辛苦，咁辛苦游水嚟香港，游水嚟香港嚟有部几十年，正所谓万星如几十秋啦，都毫无发展，咪啦。1971年嘅时候，其实香港都系一个好年轻嘅一个人口嚟，就1971年嘅时候咧，21岁以下嘅占咗一半数嘅。我就睇到10年或者20年之後，我哋年老人士都係即係越嚟越多啦。一個退休保障制度咧，你真係要好長嘅時間，你冇翻20-30年之後嘅時候，你唔可以積累到一筆錢嚇，所以一定要即係盡早去做。周永新70年代喺英國讀書，研究社會保障制度，返港之後致力推動政府設立一個全面性的退休保障制度。1987年的時候咧，同當時嘅即係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嘅傾過呢個問題，咁但佢俾我答覆咧，都係話即係政府覺得如果用公積金制度積累咗一筆錢嘅時候咧，竟然一個我覺得好荒謬嘅理由啊！佢話政府唔知道點樣管理呢筆錢，政府最弊就偏聽。就只是听那些工商界或者是雇主方面反对的声音，就不肯即以整个社会利益为依归去做这件事情。1991年的时候就选举之后的时候，很明显政府知道即他不能够再拒绝。1992年的时候政府是希望推行一种好像类似现在强积金这样的制度的。不过当时的团体就希望政府做公积金。94年咧，就當時即係
港督啊彭定康嘅，佢又提出另一個方案出嚟，大家爭論一輪嘅時候咧，政府又決定唔做呢樣嘢啦。咁樣由1995年嘅時候咧，就重新去睇翻，即係1992年嘅時候所提出嚟嘅嗰種嘅強迫性嘅公積金嘅制度。咁樣足之1995年嘅時候就博取，反反覆覆經過咗成20-30年嘅時間，但好可惜就係、是。那個結果就是啲老人家係成為受害者，怪佢又好，唔怪佢又好，都係咁樣咯。咪唯有自己一味係自己，誒乜嘢都好咧，自己呃下自己咯，咪咯。你怪佢都冇用噶。我會將個責任主要放喺政府嘅身上，因為佢忽略咗佢作為一個政府有嘅責任，一個社會嘅責任，唔去做呢樣事情。我覺得是一個即係悲哀嚟啦，亦都係政府一個好大嘅錯失嚟嘅。免費啊嘛，阿婆冇錢梗係慳啦。我做到58歲噶啦，做工廠，但係即係扯嗰陣時。結束嗰陣時都係俾10,000元遣散費啫嘛，即係日工啊，剩嗰啲咁嘅啫嘛，自己工啊，剩嘅啫嘛，邊度有退休金啊？冇噶，乜都冇啊，冇得保障噶啦，因為你以前都唔興呢樣嘢嘅。即係埋怨點解我哋嗰啲即係冇退休金咯？政府經過20-30年時間，終於要到2000年先至推行強積金。但是周永新表示，这个制度对于低薪的打工仔到退休储到的钱有限，而且亦都解决不到因为人口急速老化在未来20年的燃眉之急。一方面呢，就是需要有一个呢是一个私人供款式私人管理的一个的退休金计划，就即其实我们那个强积金计划。另一方面咧，亦都要考慮翻，就係話有一啲係從翻政府嗰、那個個資金嘅來源，去對翻嗰啲有經濟需要嘅長者提供翻嗰個基本嘅保障。第三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去鼓勵翻咧，就係、是、個人咧就因應翻自己嗰個嘅情況咧，譬如話有一啲自己個人嘅儲蓄啊，有一啲嘅投資啊，或者年金啊，各方面。你去為嗰個將來退休之後咧，就提供個經濟嘅保障。過去30年，政府冇推行退休保障計劃，但係人口已經開始老化。現時政府用喺老人福利同服務，包括醫療，去年開支超過200億，佔全年總開支10%，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代價。2031年将有1/4人口是长者，现时65岁或以上的长者有7%入住老人院，住院费用大部分由政府支付。政府每年用在长者的院舍和社区支援服务大约33亿。我们间院收的老人呢，超過90%是享用緊政府嘅綜援服務咯，每一個平均都有85歲咁，有6-10年左右。荷花好笑容，荷花好快樂。佢都成90歲噶啦，佢咁佢由於個肺個問題，咁所以佢咧就要用一啲制氧機。24小時都用住制氧機噶，咁我哋其中有4-5個咧就住咗10幾年噶啦。我諗絕大部分90%到咧就一路住到佢百年歸老啦。香港長者入住老人院嘅比率偏高，新加坡、台灣只有4%，而香港就有成7%。我外母今年是94歲足，佢是接受公共援助的，入院啊都唔使钱，由政府资助，
即係我本身呢幾年都冇嘢做啦。外母咧就係需人照顧嘅，因為啲後生要翻工要揾食，又冇人照顧你，留你一個喺屋企咧就比較危險啲。因為佢又跌過受傷咁佢又冇出聲反對，咁我哋就入嚟。佢申請咗嗰個老人福利嘅，就應該佢個足夠佢而家俾院費。要處理嘅問題咧就唔少嘅，要去做嘅時候咧就一定係要個人、家庭、社會同埋政府咧幾方面嚟配合都先至得嘅，就唔係話任何一方面做咧就可以處理同埋解決到嘅問題。香港人口急速老化，到2031年将有四分一人口是65岁或以上，现时社会仍然未有足够准备迎接日后超过200万的长者。现时长者人口只占总人口 12%， 但是就用了四成医院的病床，病床不敷应用。所以当年老病人在急症医院的病情稳定之后，就会被转送去复康医院继续接受治疗。以前治医院呢都是一个研究，都是廿零日的，最近治时间就比较长，两个月即是你那些肺气即是多头，你不是有的不得，吸引顺很多。如果冇咗呢啲醫院咧，你嗰個服務會好差嘅。所以而家係好靠呢啲呢挺咁嘅醫院。試下向前摸下我隻手。摸下佢行行開。胡令芳表示，人口開始老化，唔能夠淨係依賴傳統醫療系統，醫院要不斷發展其他服務，以減少長者入急症室同留院嘅次數。其中服務包括日間醫院、外展医疗服务和病人康复小组。物理治疗、职业治疗师、护士、和医生，凡是你接触老人、你照顾老人，什么人都懂得，就是最基本的东西。就是你不用说、哦、这些老人问题我就要看老人科医生才得。政府发展得挺好，但始终呢就我觉得是慢一点的，即比起你个人口老化产生的要求就是慢一点。记住举高手要点啊，吸气定晒喺度咧就呼气。年纪大啦，好多病其实系冇得医，但系你有好多嘢系靠自己做咧，就等你冇差得咁快，或者控制得好好。呢啲系靠自己嘅，就唔系靠睇医生。老人家同埋屋企人照顾佢咧，都常常应该有呢个概念。咁我哋就可以即係減輕社會個負擔。要減輕社會負擔，胡令芳認為其中一個障礙係家人同醫護人員對長者嘅態度。有啲醫生啊、學生啊，咁都好對呢方面，佢覺得係好難嘅，唔係咁吸引嘅，即係老人家唔係咁吸引。其實我唔明點解個個唔喺度睇老人科，因為個個都會老噶嘛。屋企人嘅態度咧，就整到個老人家有好多嘢做唔到。譬如佢根本係行得嘅，只不過佢要揸住個架先行得。但係個屋企人好唔接受呢樣嘢，呢啲係即係政府嘅責任，照顧佢，咁就唔肯俾佢翻屋企。我覺得你一定要打破咗呢個問題咧，呢個阻滯咧，你其他嘢會發展得好快嘅。2000年咧，安老事務委員會交託我哋咧，係進行一個咧移風易俗嘅工程。呢、這個工程咧係想將我哋平時咧係對長者嗰個負面嘅形象咧，
係將佢扭轉過嚟。以前我哋會覺得阿婆嗰啲阿爺啲好煩咯，會覺得佢哋唔跟得上我哋潮流咯，好長氣咯，成日想叫你陪佢飲茶啊咁。成日都係自己又冇時間，唔想去飲咁咯。佢哋同我哋諗嘅嘢唔同咯。我哋譬如我哋覺得啱嘅，佢哋就會應該覺得錯嘅咁咯。咁我覺得即係有時同我哋傾偈啦，咁佢哋會好沉氣，有時又好大懵，咩都唔記得咁樣啦。馮太松雖然只得56歲，但係被逼提早加入長者行列，佢感到好無奈。咁唔係長者，但係個社會嘅經濟係逼到你班係長者，冇人請佢班人。10年前，馮太松喺油站做站長，後來患上鼻咽癌，仲冇埋份工，情緒非常低落。嗰時係咪真係冇用咧？咁自己身體又有啲問題咁樣，幾強夾落嚟咁樣就真係好單啊！真係好單啊！我嗰日踩單車喎，咁單車應該係咩啊？自行車攞出嚟俾人睇，攞出嚟啦，攞出嚟俾人睇。喺自我形象最低嘅時候，馮太松得到太太嘅支持，參加大學舉辦嘅長者課程，同年輕人一起去小學做義工。覺得自己唔係老喎，咁覺得我自己有用，我都可以即係承自己承翻自己，即係起碼都可以有個自我喺度啦。冯太松期望社会认同长者都是有用的，可惜他说连自己的仔都不敬老。慢慢出去找工作真的更加抗拒，他觉得我自己找到食物可以飞，完全没有期望。我希望他养成自己，养成自己要偷笑，不要回来烦我已经偷笑了，根本就是完全没有期望养你。香港是一个几负面的城市，对这个老化社会的进化就遗忘了他们，长幼他们去争这个的资源或者工作岗位的时候，他们更加就是觉得老人家是侵蚀了他们那个的积蓄了。当然跟着而来的就是制造了两代的矛盾，极端矛盾。好兴奋，好自豪，好骄傲啊！哇，点有咁心诚收成品啊？觉得佢好叻咯，叻咗好多咯，有耐性咯。如果我冇呢啲能力咧，仲更加冇用，即系当你系废人一个。晶姐话：而家唯有去菜园先至开心啲，但系每次翻翻屋企都要用音乐嚟麻醉自己。踏过荆棘，苦中找到安宁。踏过我的家人咪就咁样吓，细细个凑大佢，佢都唔理你，睇都唔睇嘅。就算老豆瓜啦，都唔睇嘅。佢一有出嚟做咗嘢，佢然之后就即系唔依靠你嘅时候，就唔睇你在内啦。咁样。唔系啊，香港好热啊，你好烦啊！我觉得你咁冇礼貌噶，尊重下嫲嫲好啊！希望我哋唔好再咁固执咯，系咯，听下我哋嘅意见，有时唔系一定边个啱嘅，系咯。可以潮啲，明白多啲我哋嘅嘢，或者我哋都要主动去明白下佢以前嘅背景咁咯。负责制定、统筹和执行各项安老政策的安老事务委员会，隶属于卫生福利及食物局。身为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陈章明认为，在现时这个架构之下，
委员会未能发挥作用。人口老化并非只是单单是这个卫生福利食物的问题，是其实横跨了所有部门，包括这个交通运输。但是问题是政策局和政策局之间呢，我们发觉就是那个联系第一就不足，第二就是那个互相那个的交代呢都是平衡的。即是换句话说呢，他们无需要向卫生福利及食物局交代。所以我们只是可以提出意见。咁你话一路再去发展嘅时候，究竟喺嗰、那个即係个架构上啊，运作上啊，各方面可唔可以有啲咩地方可以去改善或者改进去检讨呢？咁样咁呢方面我哋都可以咁样去諗嘅。27年后，香港每4个人就有1个系长者。我希望我哋社会转变嘅就我哋接受老人家，唔系因为佢系我哋嘅即系长辈，而系佢系我哋呢个社会里边嘅分子。老唔老以及人之老，我哋需要一个让长者安心终老嘅社会。